们这一次的输赢，我们也让那个红队来告诉我们一下，是奖励、奖励跟惩罚都有啊。哇，哥，哎，干嘛那么麻烦呢？惩罚是什么？可以说一下。惩罚，奖励是全员可以获得输赢的公道。哎呦！我跟大哥算了，等一下，但输家的惩罚是队长要连续两次都不能做商务舱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关队长什么事？对啊，哎，不要乱闹，不要闹啦，好严重的，太严重了吧？对，对红队来讲是，你们有我们在哈拉你们各位，再见商务舱，拜，一起输过去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赢家。赢家好不好就可以得到出国的奖，我们要守住他的商务舱。对，为了打哥，但是哦，惩罚在这个队长带领无方。不是，哎，欸，不是这样讲的，不是这样讲。他怎么不起床？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不怕高了。反正不要骂，所以今天这一场哦，两位队长肯定是用生命在拼搏，好好加油了，好不好？Yes, sir. 来看看我们这一关，西头小泰山，西头小泰山怎么玩？两队准备来爬树比赛，一对一 PK， 来捉对厮杀，女生就对女生的啦。来，你挑人吧。我。那还有谁呢？我跟学瑞好了。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。哎，欸，你哥，哎，欸，你昨天不是说跟你不是要对我吗？昨天对我说呛华，我跟他，不要，你找一个，反正都 OK。OK， 那叫我跟丰田，我跟你。好，那我跟你。你要跟谁？我跟丰田好了。好，高哥，高哥，好，我跟你学瑞。好，你跟学瑞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绿茶有没有意见？没确定吗？你刚刚早上说你要跟他对几个，必须跟大家讲，绿茶他其实运动类的他很厉害，因为他会玩板类什么的，他都很强。两位准备来，预备，第一棒，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一定要踩你的手不能往下推，对，往下踩，你先再踩，你的右脚一定要踩直，对，关节，哎，其他人，哎，对，这个意思，好，换脚绳，哦，是这样，哇，哎，哎，丰田，丰田踩两下就到了，哎，身高优势。大虾怎么解不了啊？大天，来，你踩住了。哎，教练小心，好，好，哎，动口不动手，教练。教练可以吗？对，教练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动口，你动口不动。你的脚不能踩住，我脚不能踩住。好，那你要解掉那个下面脚绳。教练，我要下去了。他叫小虾。结果整个人搞得跟虾米一样，有没有？卷在那边，哇！哎呦，帅到了啦！喝水。你刚才练的时候，我当然知道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爬的位置哦，等于你站起来比爬的位置高了。你刚刚没有什么动。啊！加油！教练，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协调度，协调性不好。对，协调度不好。恭喜黄队拿下地点，第二棒，请准备。好强哦！还敢说我废卡吗？没人说你废卡。Are you ready? Ready. 压卡腿，不用怕嘛。Yes, sir. 好不好？预备。慢慢来，最快。有，不是没有，不用松，可以直接完先，完三推，对，哎呦，好 OK 哦，那 OK， 加油，继续，有，绿茶很棒，哎，绿茶又上去了，一半了，哎呦，有，不是没有，不用松，可以直接完先，完三推，对，哎呦，好 OK 哦，那 OK， 加油，继续。脚绳可以放上来多一点，踩，yes，
然后推推推推到一个不能推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左脚就是要住，对，一直踩着木头。再来，再上来一点，再上来，有机会哦。不要互相，急不急不急。他已经去拨一下那个土的那个，拨手往上。对对对对，搞定。哎，行。龙人伸脚，越来越好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漂亮。啊，行行。推推推。哦。哎呦哎呦哎呦。不小心。啊。好韩国人哦，好像韩国人。对呀，哎哎，绳子要推，要推要推，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！往上往上，脚脚踩直，对，有绿茶很棒，哎，绿茶有上去了，一半了，有上去了，挤出来就绿茶很棒，很棒啊，的确很蛮棒的，对啊，我有剑术啊，绿茶加油！他至少跟他有的拼啊。他不是今天热火队啊！脚踩，脚踩，真的好，还差一格，还差一格。啊！忘了，脚踩，脚要推。哇！好 ，OK。好。嗨。绿茶很棒啊！等一下，教练。恭喜黄队拿下第二点。很累。很累，二比零。加油！来，我们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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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。先讲。打个，打个。